但要饭后吃。民众到社区药局领药，药师细心叮咛用药事项。但近期全球药品供应市场不稳，导致国内缺药潮持续延烧，而且又有临床上的第一线用药出现缺药问题。降血脂的处方签来看的话，目前大概会有三成多左右都会使用到利普妥这个药物。我自己的库存可能撑到四月初。就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所以我相信，像以我自己来讲，我应该会有一两个月的大空窗期。十二号食药署公告，一款常用的降血脂药物利普妥摩一定十毫克，因为全球包材短缺、制造厂生产排程问题等等，导致全球供应不足，而产能约每月24万颗，预计五月底才能恢复供应。药师担忧，恐怕会影响三高患者。尽管食药署推估利普妥市占率约2到3成，并强调国内仍有多款学名药可供替代，供应无虞，但有医师担忧利普妥效果较佳，临床使用上患者可能用不惯学名药。所有的学名药都要通过的哈，这一个相关的一些试验啊，然后也经过我们食药署的哈这一个认证哈，说是用不惯，这是一个迷思，我想这此风不可长。除了总统已请行政院，则请卫福部、内政部等跨部会积极处理。卫福部也表示，防缺药中心最快将在4月成立，同时也将纳入中药材通报，希望能尽快解决民众的燃眉之急。